欢迎来到 MK 优品美咖粉丝大解惑。哎，那干嘛一开始嘞？不是啊，你看最近变天龙的乱超单的事情超多的。Oh my god！ 而且擦护唇膏啊。No。玫瑰果要买的超厉害的呀，可以改善唇部暗沉。那我先示范这个零一色给大家看。真的超厉害的，你的死皮立马被修复了。先把我的护唇膏卸掉。Nope。真的超厉害的，你看我的死皮立马被收获了耶，很好笑，而且如果再等三分钟的话，嘴巴会变更粉嫩哦。像平常上妆前就可以先涂一层在嘴巴上，然后上完妆之后就把它卸掉，这时候唇膏就超好涂的。好方法，需要的时间让它吸收一下。那我们现在三分钟到了，我们就把它卸掉吧。KUP